我希望文南开心，所以我们之间少不了你。你也希望他开心吗？我看到伤口有没有裂开。我醒来之后，你就不愿意走近我，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。你告诉我，你要怎么做？我全听你的。我现在要跑路，你跟不跟我走？跑路。原创强档首百年之约，每逢星期至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匠心巨献。